啤梨漫步，逢星期一至五6点至8点，主持啤梨林康正，同你分析时事，狂追猛打。好，翻嚟4月5日嘅啤梨漫步。嗱，咁今日咧，大家應該有啲疲累噶啦，係嘛？咁我見到啊，林康正唔知係咪滴咗呢一個目擊啊，佢啲眼膠啊，定係純粹眼瞓咧？嚇！因為咧，琴晚咧，大家都可能睇波睇到比較夜啦。嗱，我就冇睇啦，琴晚。咩點解咧？唔關冇阿仙奴嘅份，我就唔睇噶啦。點解唔睇曼聯啊 ？OK， 咁我諗住佢應該呢場波都輸啩，又估唔到真係輸，而且輸得咁撚慘喎。我覺得佢唔抵，我等曼聯嘅球迷唔抵咯。今日咧，阿坦克格話其實佢哋應該贏嘅，不過佢哋犯咗錯誤。啊，佢每一次都係其實應該贏嘅，不過犯咗錯誤。咁咁撚多錯誤嘅呢隊波嚇，咁啊真係好戲劇性啦、啊！你去到99分鐘都仲贏緊3-2嘅時候，喂和都唔中意啊！你仲要一分都冇得落袋啊！咁啊，本來咧其實曼聯如果琴日嗰場贏到嘅話咧，都真係唔能夠話佢完全冇機會追翻上，即係前四嘅。雖然就問啲係嘛，而家咧就基本上咧真係可以舉白旗嘅啦，問心嗰句係嘛啊？好啦。我哋就話好快啊！聽日咧，我啲醋到啦，咁各位訂咗醋嘅朋友咧，咁啊可以聽日上嚟攞啦。咁但係未必一定有嘅喎，所謂未必一定有嘅意思啊！你屌你11點上嚟，人哋都未拱到上嚟，咁啊未有咯啊！咁佢哋同我聯絡咗啦，運輸公司啊，咁會盡早嘅。咁啊咁聽晚又有英超，咁星期日咧，咁我就可能要外遊一日，咁希望真係成功啦。咁啊，我星期一翻嚟先講，睇我啲今次呢個外遊咧。會唔會成功啦、啊？即係我哋去外遊都唔係一定成功到㗎、啊、好，咁啊講下啲新聞先。啊，我真係咧好煩啊！日日咧都有啲關於呢一個杜拜王子嘅新聞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近日最 hit 就當然係晴天林嗰只阿里杜巴啦。啊，有冇聽過啊？即係晴天林咧嘅作品未必隻隻都一定係。咁有水平咁抵死嘅，咁但係通常都喺某一即係一定係合格以上嘅高，即係高水準嘅咧。佢最緊要係快啊嘛，即係快得咁緊要喎，係嘛？喂，又要填詞，又要即係個編個曲，又要唱埋歌，又要拍 MV， 喂，揾架撐，又要揾架蘇啊，揾嘢粒頭啊，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啊，係嘛 ？OK， 咁啊，呢、這個杜拜王子咧，本來咧，我覺得應該告一段落㗎啦，就唔應該再有咩新聞啦，直至等佢五月咯。我話嗱，我啤你真係最公道嘅。咁你話五月翻嚟咯嘛，咪翻嚟咯五月。啊，但係今日咧，嗱、這、呢個唔係杜拜王子啊，中東王子沈雲龍。嗱、老實講，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前晚嘅節目，根本上我係唔知邊個係沈雲龍喺在呢件事之前啊。咁而家我當然知啦，原來咧即係仲有屈榮賢啦，屈小姐為佢寫過本書添嘅喎。係咯，真犀利。哇！真係失覺曬喎。有冇人買咗咧？你知唔知有本咁嘅書先？你作為一個文化人嚇、啊，由劏房小子變成中東王子，屌你老母 ！O K， 喂，你沈雲龍，我睇呢個邊忽你都唔似咩中東王子。講緊你中東有咩 collection， 有咩咁巴閉咧？嗱，我未睇本書，我唔夠膽講啊！即係中東做咗生意做王子啊！即係識得兩個中東人嘅王子啊，係嘛？咁啊，而且以佢年齡，劏咩房小子啫，係嘛？即係咁，佢以前住嗰啲嘅板間房。其實同而家啲劏房有啲唔同嘅嚇、啊，好啦，咁啊沈雲龍今日咧就再上去電台回應，咁我聽完翻説話，我喺度諗，喂，究竟佢係為呢、這、一個佢話佢介紹完呢、這、一個阿里啊，我咁樣分啦，阿里俾啲港官或者嗰個麥乜嘢麥瑞麥爾瑞認識之後。佢就跟住個過程，佢唔係好了解。咁既然係咁，咁你上嚟講乜嘢咧？我都唔明。咁究竟佢係為咗今次上嚟嘅目的？佢話，即係我令我覺得佢究竟係為呢個中東王子啊，唔係呢個即係杜拜王子阿里啊，去解困啦、啊，定係為特區政府解困、啊？因為佢講乜嘢咧？佢話根據佢講，阿里咧，因為緊急事務回國處理，其實咧最重要的原因，因為佢覺得咧好冇癮啊。點解冇癮咧？佢話開頭咧
個開幕禮有很多官員答應 出席的，甚至乎特首喎。點知後來發生很多事，有人病了、啊、最終呢就話、啊、未能抽空，咁啊，於是乎咧就不斷降格啦。啊，咁跟住，喂，既然啊特首唔嚟得，咁係咪財政司司長嚟得啊？咁啊，後來變成財經事務同埋副局長陳浩廉，之後連陳浩廉都話唔嚟，再降格到投資推廣處處長，最後連處長都唔嚟，令到阿里王子感覺到冇癮發嬲，即刻走。咦？佢唔係話人屋企急事嘅咩？嗱。佢咁樣講呢番説話咧，爛渣喎！嗱，講呢番説話，你個目的係咩先？係講緊阿里王子發爛渣冇問題嘅，因為你班官員本來應承由特首開始，點知去到最後咧，屌連推廣處處長都唔肯嚟，不斷降格啊，令到佢發爛渣走咗。咁你究竟係想怪責啊？即係唔好話怪責啦，將個原因擺喺即係你招呼、啊、政府度，招呼不周。定係另外咁，我又問啦，咁點解佢哋即係開頭即係喂真係出曬嚟影曬相嘅喎，阿超哥嚇，咁點解佢唔嚟咧？即係病咗，咁跟住咁啊陳浩波咯，咁陳浩波點解唔嚟啊？個個都病咗啊！佢唔嚟，跟住又喂屌去到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副局長喎，都唔嚟，喂推廣處處長都唔嚟，咁點解先？咁係咪因為佢哋聞到陣味先？嗱，我仲推斷啦，聞到陣味，喂，呢個流流地喎。好啦，如果流流地嘅，咁都係有呢個問題喎。阿沈文同你哋介紹噶嘛，嚇、嗯？定、啊、係你係想話佢哋招呼唔好，所以佢先走？王子係冇問題咧。喂，你係為邊個解困咧？但係我最想講我點解特區政府到而家呢一刻，特區政府我講一句聲未講過，有冇回應過？我不斷出嚟講嘢，我就唔知啦。我就等五月，好簡單。喂，如果我阿里啊，你真係咁樣怠慢我啊，屌你老母閪，我咪走咯。不過我唔會話屋企有事咯。喂，如果你怠慢我，我咪直情話屌你老母，你不識禮儀。我即刻拍台走啦，係咪先？唔會話五月翻嚟。係啦，我仲要講咁多其他嘢啊。啊，唔係我屌鳩你添啊。嗯。係嘛？你話你好撚輕香啊？而家。當我屌你阿里巴巴流牙，我係新加坡咯，係咪先？就係、是、啊，或者唔講嘢，新加坡即刻整個家族辦公室咪搞掂咯，啊！即係問心嗰句，嗱，我真係唔想咁講嘅，我覺得真係要睇到五月咯，我就唔知呢個沈雲龍咩料，我淨係睇嗰個咩意睿啊，係好翹口個名。嗱，我真係冇成見啊！我前日都講過，但係唔知點解我人生咧對嗰啲咧。做咩 NFT 啊？可能我唔識啦，咩區塊鏈啊，加上咩符撚社啊，咩屌你大貓會嗰啲咧，我覺得多數都係老千嚟噶啦，唔知點解啊？我唔肯定，我識好多老友符撚社同埋大貓會噶，但係我就符撚社又大貓會又加埋，又話乜撚嘢 NFT 啊？嗱，我又識好多人 NFT 噶，又加埋有咩區塊鏈啊？呢幾樣嘢加埋有種化學作用啊，多數都係老千咯。我覺得希望唔係啦，或者都唔係嘅。人哋話曬睇佢資料由淺搞咩衰咩，仲唔係？唔好講又唔係搞咩衰咩都未必一定係老千嘅，仲要搞咩空鐵咩中咩空鐵。喂，嗰入邊咧我都撳過網頁，今日係404啊，係咯，撳過去冇嘢睇嘅，係冇嘢睇嘅。屌你真係老千啊 ！OK， 即係所以咧咁啊。講啫，唔好講啊！阿龍哥，佢可能出嚟唔係為特區政府解困，亦都唔係為杜拜王子，係為佢中東王子，唔關我事。總言之，賴啊！喂，咁我覺得，喂特區政府，如果你真係聞到陣味嘅，你要出嚟講喎，啊或者要做一啲嘢喎。依家人哋賴你啊！又想動你喎，係你搞到人哋走佬啊？係咪先？唔係啊，可能係有人想動你哋，你哋知機，於是乎臨尾唔好去。喂，咁你？都要揾翻想動你個人喎，你要真係要俾啲顏色佢睇喎，唔係唔好就咁喎嚇。好啦，咁另外咧，我哋講下呢個啦，高才通，即係其實你睇呢個高才通咧，你而家真係行咗咁一段時間啦。咁嗱，首先我哋睇下先啦，過去一年咧已經有差唔多話200,000人，其實冇個100,000人啦。高才通嘅申請者同埋啲家眷嚟嘅香港。嗱，好奇怪，星期三晚咧，咁我喺呢個佐敦道嘅某嘟嘟清湯腩度食牛腩麵，
係得我一個人，就某段時間啦，即係啲人埋咗單。OK， 星期四咧，我又去呢個嘟嘟清湯腩度食，就同埋我老友阿大隻嘟。但係咧，係成個場爆曬嘅，爆到好緊要，即係啲人要就係、是、阿先生唔該坐埋少少雜位啊！嗰晚咧應該係因為我見我觸目所及啊，佢應該80%都係大陸客，可能佢哋清明節唔知係咪有假，即係你復活節冇啊嘛，清明節有假嚟拜山定點樣唔知啦，真係好多。OK， 咁我當然會覺得嗰啲高財通啦，啊，今日就唔知啦。咁啊嗱，根據啲資料話咧，過去一年咧有200,000嘅新香港人同埋家眷，包同埋佢哋嘅家眷嚟嘅香港200,000人。咁啊，當中近半係嚟自高財通計劃，我咁高財通都係100,000到啫，如果咁講啊。咁啊話咧，因為咧其中有一個咧，佢訪問咗兩個高財通嚟港嘅人士。咁呢個叫 Helen 嘅就話咧，喺2023年1月喺小紅書揾到呢個計劃。佢話只要你準備畢業證、護照、一啲個人資料，然後上官網填資料就得啦，好容易哦，真係好容易。有即係所謂嘅八大，全球八大大學。有畢業證、護照、個人資料就得啦。And that's why 咧，阿基哥個老婆啊，阿青霞都落到嚟啦，係嘛？咁容易嘅。好啦，咁阿 Helen 係咩咧？喺英國碩士畢業，佢話用咗2個禮拜就攞到高財通啦。不過嚟到香港咧，都揾咗差唔多30間公司 ，OK， 即係見工。佢話得10間公司到覆佢啦，最後咧都係揾到份16,000。的公關工作，哦，16,000高才，16,000，其實呢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，都不知道，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，不經意地我出去吃飯在一些餐廳，我不是說即是茶餐廳啊，牛肉麵那檔那些，譬如新城市啊，有些餐廳呢，在不經意地我發覺呢，是多了講普通話的侍應，係直情講普通話，你有冇留意啊？直情講普通話嘅侍應，我唔知係咪呢啲啊？嗱，高財通咧，一年幾以嚟有58,000宗申請，呢58,000多宗入邊咧，超過94%，即係有6% 咧，就唔係啊，係大陸人。58,000宗，10%就係5,800宗，0.1%咧就係580宗，0.6%咧，即係。58,000宗入邊咧，得2,000多人係非大陸人嘅高才，咁啊，全部係大陸人。申請嘅方法就咁簡單啦，嚇，有呢個畢業證啊、護照啊，填啲簡單個人資料。好啦，咁啊，連埋受養人咧，有120,000人簽證獲批，咁啊，而家有90,000人嚟咗香港。咁你計啦，90,000人年幾，即係一日就多200-300人嚟香港，包括嗰啲家眷。嗱，佢55,000多個係大陸批嘅高財通入邊咧，就有12萬人獲簽證，即係咧一個高財通賴多一個話個零人啦，佢12萬人啊嘛，12萬人啊，咁啊哇！如果每日280人，咁個市面都應該旺暢嘅喎，即係又加埋即係有150人，有150人都用唔曬，咁你都300-400人啦啊！咁你話點解我哋個市面咁靜咧？翻咗去根本都落咗嚟之後，又翻去消費，我真係唔知啊！咁你話因為佢嗰個公司東方踢過啦，佢可以唔揾嘢做喎，你係冇符嘅喎。你幾時咧？因為佢個證係批2年嘅，你批2年證，佢要續證，你 review 嘅時候，你先知道佢有冇嘢做，做緊乜嘢，揾緊幾多錢，然後決定你續個證俾佢。咁而家咧有立法會議員啊，呢個上海龍啊，嚇就話：喂，會唔會一啲羊群效應啊？咩叫羊群效應？即係喂，隔離嗰個阿豬阿狗都申請，我咪申請埋咯，冇徹底噶，冇徹底噶嘛，我中意落咪落咯，嚇我落嚟又唔使又冇行，我一定要揾嘢做，係嘛？我呢2年簽證我當係得閒落下嚟都仲得啊，落嚟玩咯，係啊，落嚟玩都仲得啊。喂，好啦，咁你話啦，各位。即係你係一切宜歡，但係呢啲人係
喂，對香港即係同我哋諗嗰樣嘢係唔同喎、啊，我哋希望佢幫到香港經濟嘅喎、啊。好啦，咁另外咧嗱，政府話做個調查，佢抵港超過半年嘅高才咧，過半已經就業啦，即係超過五成，我再當五成啦。其實你抵港超過半年都係得過半人就業，係好少咯。你高才，你高才啊嘛，我哋希望佢個目的啊，初心啊，所謂就是、希望你幫香港經濟啊嘛。你抵港超過半年嘅話咧，因為你係高才嚟噶嘛，你政府批佢覺得香港需要呢啲人啊嘛。喂，其實我覺得你嗱100%係冇可能嘅，九成幾就肯定係合理嘅，即係抵港半年之後嘅就業情況，因為香港需要呢啲人噶嘛。如果我唔需要嘅，咁你批嚟做乜撚嘢啊？咁咪就係、是、啊，咁你而家得超過五成，月入中位數啊，大約50,000。大部分都是投身金融服務和商貿，這個月入中位數大約50,000呢，是不是都不知道他們說的嘛、啊、那我當然希望是啦，即是證明喂、啊、即是證明即是香港這些職位的人是有人填補到咯、啊、好啦，那另外最後啦，開心啦，是吧，那、啊、民主黨終於搞得成晚宴了啊、當然這個晚宴呢就不是所謂的賣飛籌款晚宴，只不過是他們一班友仔呢在不知哪間酒樓中式酒家裡吃飯、啊、民主黨呢的前主席劉慧卿卿姐呢鋪了張相，看到整班呢、就是、就是民主黨的黨友共聚晚餐，一群魚蛋明星、啊啊、沒錯，出席的黨員橫跨多個世代，有元老級的李華明、楊森羅建熙、莊榮輝、前立法會議員黃碧雲等等，朱子樂、葉子傑呢啲應該係前區議會會員，成日區會議員議員。即係老實講，啊，呢、這個係咩新聞咧？其實一班黨友食飯嘅，啊，你又試下再係好似之前咁樣啊 ，book 嗰啲咩吸温啊乜嘢咧，去搞籌款晚宴睇得唔得啊？啊！咁我覺得就冇理由唔得嘅，咁但係事實上之前有好多次都唔得、嗯，然後鋪張相出嚟，阿卿姐，即係一班人去食飯啫，即係我都覺得香港個進化咧，即係非常唔簡單啦，係嘛？咁今日話説咧，其實我覺得即係香港就一個特別嘅地方，點解咧？啊，我哋成日話好難揾錢，啊，好難揾嘢做，但係好多工都冇人做嘅喎。請不到人的喎、啊，咁我頭先同啲老友記傾開偈，咁我覺得喂請不到人都有啲抵死嘅喎、啊，譬如我所講某一間大公司咧，係賣鞋衫褲鞋襪嘅啫，衫即係啲 casual wear 啊、sport wear 啊、波鞋咁樣，佢間店咧個月 turnover 咧最高嘅時候咧，即係當然唔係講而家啦，係講即係疫情啦、疫情前啦。是過千萬的一間店，很誇張，又是做幾十萬、嗯、原來他們的 staff 的人工，一般的 junior 或者那些中級的連埋 commission 連埋成是17,000元，那個 short M 呢，喂，如果做成千萬的，我覺得 short manager 喂你沒有100,000元都有80,000元給他，做成千萬一個月、嗯啊、原來都是30,000元到，喂，那你真的很難請人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，你除了工作量，你聽講，你諗下賣波鞋嗰啲嘢可以賣10,000元一日，你諗下係要做撚到幾撚金，仲要寄好多曲啊，好多嘢嘅其實。嗯。啊，咁當然啦，你話俾我一代，我哋僆仔出嚟嘅，咁都要去㗎，咁冇計㗎。咁但係如果我諗下，第一有父母靠，第二我分鐘去做 security 啊，即係當然唔係我樓，即係我哋公司樓下啲啦，譬如嗰啲啲屋苑啊嗰啲啊，喂都唔止呢個數啦。係嘛？都可能有20,000元到啦。咁我點請人啊？所以即係我點會嚟做啊？所以嗰啲有請人咧，一方面咧成日話香港人工貴，咁但係我一聽見我唔講佢邊間啦。喂，呢個咪 turnover 咁樣嘅集團，大集團嚟㗎，嗰啲乜乜即係幾即係香港扎根過百年嗰啲集團嚟㗎，即係以前英資，而家即係變咗華資咁啦。屌你老母，肯定係肥上瘦下啦，又係 office 上面嗰班屌你老母就屌你幾千萬一年啊，然後就碾你下面，咪抵撚死咯！喂，老實講，我都吃驚啊，因為我即係我做過大公司，我知道大公司嗰啲威力啊，嚇、啊！
但係原來你一間 shop 竟然可以做到咁樣咧，我都吃驚。一間 shop 啫，啊過千萬 turnover 喎，屌你一個月，原來我哋屌你俾啲夥計萬零蚊人工，30,000蚊個店長，屌咁計冇人做啦。休息一陣。